什么？芭比酱怀孕了？我的妈呀！哦，不是，她要当妈了。还是粘沙画出我们的五官，丝丝柳发就是她。哎，眼睛不够黑，加黑点个高光。虽说怀孕了，气色还得有。以前就不穿紧身衣，现在依然是这种休闲的风格。这就是 Papi 酱酱酱酱酱。等一下，升级当妈妈后，摆脱不了操碎心的命运。剪掉你柔顺的长发，再给你配一副黑框老年专用老花镜，两手同时露纱，妈妈系列日常穿搭，棕红色羽绒褂。来，我们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哎，这是刘谦，你跑错地方了吧。好了，我是世林，一个教你绘画思路开阔的沙画师。